原标题：中俄边境满洲里，30年代火车头等车厢满洲里火车站。1935年，满洲里站原为中俄共同修筑的东兴铁路中东铁路西线上车站，车站开站于1898年，时为那儿等站，是进入中国境内的首站。中东铁路被日本人夺取了所属权后，客货运量急剧缩减，从俄国西伯利亚铁路欧特波尔站，今后贝加尔站，转运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各种物资也大大减少。这时的满洲里站成为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军事要点，用来防御俄国及其他列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蚕食。中东铁路，一座东兴铁路、东省铁路，日俄战争结束后趁中东铁路及中国东省部铁路之意。中东铁路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为攫取中国东北资源称霸远东地区而修建的一条丁字形铁路。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根据朴茨茅斯合约从俄国手中夺取满洲中东铁路南段长春至大连和经营抚顺煤矿等特权。1906年日本明治39年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股份公司，1年4月开业，已经办铁路、开发煤矿、移民及发展畜牧业等类企经营方针。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办事处，1935年新巴尔虎右旗西新巴旗也叫西旗，位于中俄蒙三国交界处东北部与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满洲里毗邻。新巴尔虎右旗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11个民族聚集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满洲里俄罗斯酒店，1935年俄罗斯建筑的特点是大部分房屋外有花亭，木工雕琢，墙体厚实，窗户又高又窄，屋内有木质地板和天棚，砌筑火墙和壁炉，房屋内空间大，冬暖夏凉，坚固耐用。满洲里的商铺大多在中文下面都有俄文标示，这成为这座城市的又一特性。东北沦陷后，1933年1月伪满设满洲里办事处，1936年1月改为满洲里市政管理处，1941年1月改为满洲里市，1943年10月改隶兴安总省管辖，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胜利后隶属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1949年4月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呼伦盟，1953年4月改由内蒙古自治区直辖，1954年5月改隶内蒙古呼伦贝尔盟，1969年7月与呼伦贝尔盟一起划归黑龙江省管辖，仍隶呼伦贝尔盟，1979年7月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仍隶呼伦贝尔盟。内蒙古满洲里，1935年摄影巴克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